这个是啥？乳猪。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老黄要准备一下，弄这个乳猪，然后明天吃。把两边的骨头都起开，然后就可以腌了。你的耳朵，咕叽咕叽，好了，咕叽。看他坐起来了，看这里。先这样吧。你要跟他亲亲吗？他的猪嘴，神经病！你看多可爱啊！这是，你刚刚那个再做一遍。肯定不做了，你要拍的。这边准备了白糖6克，这个是姜蒜，现在放的是13香，10克左右。现在放味精10克，海鲜酱8克，酱油，酱油多少克？不多，10克。哦，我知道。酱油多少克？10克。嗯，海鲜酱呢？8。嗯，酒15克，料酒白酒。白酒。芝麻酱5克。南乳1块。哎，别挡，还挡啦！弟弟，大概，就这样。猪猴酱大概16克左右。还不够，这么多啊。翻过来，反面也是一样的，撒盐跟料酒。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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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狠了嘞！哦，不是一样的吗？当然不是。所以猪的正面是盐跟白酒，里面就是我们刚刚准备好的这些粉跟酱。冰箱就最好了，如果夏天的话。看这个叉子，让我想到了《西游记》。现在用钢丝把猪蹄给捆起来。这样一捆，就变成这样。猪蹄是这样的。
弟弟呀、啊。锯一下。好吃吗？胀起来了，好，就这样。放了木头之后呢，这边就泡起来了，本来是扁下去的。现在烧热水煮猪皮。四勺红醋，白醋。几勺啊？两勺。麦芽糖。糖在这里。三勺麦芽糖 ，baking soda， 就这样撩水啊？倒啊？倒到猪皮上啊？猪脚。刚刚那个醋只在皮上面弄，里面不用。我们的背景全是鸟布。弄完一只猪，现在做晚饭，还要给老三准备辅食的老黄。宝宝，你怎么了？你再来一遍，没拍到。帮我拿一些石子过来。石子？什么石子？爸爸又帮忙拍。你帮我抱，拿个石子包一下手。哦，包手啊？那我拎着你包。你不要摔掉啊！行的，相信我，来吧，来你包啊，你包，你相信我。哎呦，妈妈，你这个角度好好啊、哦！这样就看到了。我现在去超市。武器了，哎呦！我刚到家，猪已经拿出来了。乜嘢都掂啊！哇，仔仔好叻啊，真系。系啊，又烧乳猪真系。第日阴公人哋揾佢烧乳猪啊，大仔。哇，琴日已经忙咗几个钟头啦，腌制啊咁样，今日就喺度烧。而家最辛苦就系呢个步骤啦。会死。整佢好嘢自己食。乜嘢咧？点解啊？仔仔真係乖啦，特登燒呢個豬俾阿媽食。Sam 非常睇呢度，兔子看兔子嚟咗。姐姐，等佢抱住你啊嘛。得呀呀，得住啦。做弟弟，我弟弟，我阿拉子弟弟，你去佢弟弟，你去佢弟弟，讀明咩做明咩做。哎呀，錯了，我錯了，我錯了。下次這個的吧，我看綠的藍的吧，可以卸下來洗。一次80分钟，80块钱。哦。哎，他不是快乐，你找他，我跟他开。好好好，这个煤气要换掉了啊！搞了三个多小时，最起码。
好重啊！睇样啊，睇样，呢件好重，拉咗，拉起嗰啲粉啦，拉起啦，放咗喺嗰个上面先，我拉咗出嚟先。哦，嗱，嗰幅拍我啦，哦，收好就好。哇，好啦，你看。但系要攤一陣先，係啊，攤陣先，攞咗上去先。係啊，我攞啲火。你想怎麼樣，他都知道。妈妈，还有啥子呢？爸爸妈妈。阿子，还没得，还有爪子，还有这，还有鹅的脖子，鹅的头。这个品名啊，那就是广东烧腊店卖的。这种是补贴的。叫我奶奶叫你看看。有龙宝了。乌宝，哎，你看我。这个嘢，爷一气就牙哭了。哦，食片味。側邊都係有啲。呢個可以嚟嘅喎。我嚟加多。哦，真係一定給翻媽媽錢。幫我換埋佢。下面嗰個。係啊。打真唔得。啲味翻嚟，專燒燒鴨嘅，燒鵝嘅。嗱，得攞啦，啱啊，老婆，呢肉質幾好咯。猪头、猪脚之后烧粥用。喂，斩啲。野生的一定。对对对。螺丝还没挂，你就敲了。哎，米多好。嗯。米多好。螺丝怎么？停不了。托你仔细。现在呢？好不巧。老师买了，老师现在。